这是一个壁挂架，然后搭配就是一个 iPad 壳。那它是壁挂架，也可以是一个粘在一个冰箱上，或者是一个环境卷上。那它这次表现是一个不同的 lifestyle， 我在任何不同的场域都可以做做一个幸福的动作。比如说我们接下来都还会再做到一个类似一个 stand 的部分，那它这个是比较是在佛家用的，那这部分之后接下来还会在一个车架，然后在不同的场域会有一个可以使用的情形这样子。谢谢。